盘点六位和怪兽合体的奥特曼，你觉得谁最厉害？布莱泽。维克特利。托雷基亚。分裂的黑夜，你不知道风的颜色，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，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，思绪踏过星河，你不知道雨的凉薄，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，不知道时光是被枷锁的我。艾克斯。泽塔。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穿过山里飘着的风筝，迈出车站的前一刻，竟有些犹豫，不禁笑着听山清澈人一个变卡米拉。